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公主，欢迎收看林公主爱开箱的频道。今天带大家来到了新竹新埔的味味家柿饼观光农园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沿途的风景，好壮观，好美丽呀！这边是柿子的故乡。那眼前这一位是我们等一下的解说员，那我们解说员的解说真是生动有趣，还有带动唱哦，事事如意健康操哦，请拭目以待咯。因为新竹的风非常有名，农历九月来的东北季风，我们叫九降风啊哈。九降风来到这山谷，会像大型的烘干机，这次的九降风带水汽，我们比较不喜欢哈。好，第一个是地理因素，我这里叫旱坑，非常非常干燥的山谷，像天然的干燥室。好，第三个原因，我们是客家人，我们几千年前就会做柿饼了，所以天时地利人和，这个山谷以前有几十家做柿饼的专业的业者，现在还有十几家。那我们家为什么那么红呢？是因为我们是唯一保持传统功法去做柿饼的哈。啊，日晒东升你要看好，做出来柿饼特别特别的好吃哈。晒柿饼的场景风靡国内外媒体哦，所以各位贵宾在电视上、网络上、报章、杂志上看到的照片、影片，99%都是在这边拍出去的哈。台湾所有的媒体，日本 NHK、福西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电视公司都在这边做节目哈。好，怎么拍？因为今天下雨，大晒场我们的招牌景色没有摆上去，没办法摆上去，因为柿饼碰到雨一定会发霉啊哈。那我们是三合院，本来是摆尊的，但是疫情的关系，我们怕客人去摸我们的柿饼，所以摆的都是假的，但是拍起来都很好看哈。等一下你们可以收走工人，也可以在那边拍一个大合照哈，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哈。好，柿子的品种有多少？你们收走工人知道吧？不晓得啊，全世界有400多种啊哈。但是台湾比较常见的哈，只有几种而已。好，台湾的柿子家族分两大家族，一个是甜的，一个是涩的哈。甜的是种在高海拔的高山上，采下来就可以直接吃的哈。其他的地方种的都是涩的啊哈。涩的柿子有3种吃法，第一种吃软的，就是哪？我们看过四方形的软柿子，有。好，那个是四周柿哈。第二种是吃脆的，口感甜甜脆脆，跟甜柿一样好吃，是泡水7天，口感甜甜脆脆的哈。啊，第三种吃法送到我这边来做柿饼，做柿饼有3种非常重要的原料，第一种是牛心柿，产在嘉义平原，它9月份就熟了哈。第二种是石头柿，客家人的祖先400多年前就把这个柿饼带到桃竹苗，种在这个地方哈，是石头柿。今年因为干旱，所以柿子都长得很小哈。再来，这种柿子有看过吗？有。它是比柿哈，比柿日本引进台湾才20几年，种在台中的新社潭子那一带，东势新社潭子，哈，非常的多哈。这3种柿子做出来柿饼特别的好吃，怎么做柿饼呢？首先我们要采7-8分熟的柿子，采收回来之后，这果萼蒂头要把它刮掉，就是刮干净，就是刮干净，然后要削皮，我们一天要削3000斤哦，才有的卖哈。OK， 削完皮的话，有太阳要拿出来晒哈，要日晒风吹碾压炭烤，日晒风吹碾压炭烤。好，碾压就是每一颗柿饼，我们的师傅都要用手工去碾压。好，手工去碾压，碾压完毕要送回炭烤室，用低温用木材烘焙2个小时，每天不停的循环，大颗的9天，小颗的7天，比试要12天才成为甜蜜蜜的柿饼。各位贵宾，看看看要不要加糖？好，不用加糖了，重点。
没有防腐剂，你们有带回去的话，一定要放在冷冻库保存。吃的时候不用退冰，因为它每一颗都是葡萄糖啊。好，再来有没有看过白色的柿根，上面有白白色的？好，它不是发霉啊，它是非常珍贵的中药材，是老天爷给的好礼物。因为所有的水果干、凤梨、芒果、葡萄干、龙眼干都会长霜，只有这个柿干会长霜哈。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益生菌，有听过吧？它存在在空气中，但是它非常的喜欢吃柿饼里面的葡萄糖哈。这可以保护气管跟喉咙哈，可以直接吃，可以泡茶，可以炖鸡汤哈。但是好像没什么坏哈。另外一种比较白色是比斯干哈，小姐叫我说不要导览，因为他们不够卖，啊，你们自己去柜台问问看了。比斯的比斯干，好，各位贵宾知道柿子不能跟什么吃？螃蟹。对，不能跟螃蟹跟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柿子含丰富的单宁酸哈，丰富的单宁酸，然后螃蟹是高蛋白，如果一起吃，会形成一种叫蛋白鞣酸，就是俗话说的柿石，柿子的柿，石头的石。人家说，哎，柿子不能吃太多，会长柿石哈。事实上并不是如此，是因为它跟高蛋白结合之后，它有硬块，会让你不舒服。好，不会死，但是会一个晚上不舒服哈。所以各位贵宾，家里有长辈跟小朋友要特别注意。吃生鲜的柿子跟海鲜跟酒一定要隔2小时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柿子因为含丰富的单宁酸，也可以做很多保养品哈，可以挤做沐浴乳，好，还有可以做那个洗发精哈，身体乳，还有可以做干洗手，好，还有化妆水。有兴趣去柜台问，非常天然的东西哈。好，各位贵宾有问题吗？对柿子和柿饼的制作过程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，我要带各位做一个事事如意健康操。这个健康操是把传统的晒柿饼的制作过程融入带动操，这个很难得啊，这夯到新加坡，非常的简单，请各位起立。好，我们做事事如意健康操，非常的简单哦哈。请各位贵宾把双手举起来，你们包包可以放桌上哈。好，来，要录影的可以录了哈。好，来，非常的简单，这样你就知道我们传统的柿饼怎么做了哈。来，太阳公公出来了，太阳公公晒一晒，九降风儿吹吹吹，生个炭火烤呀烤，左捏捏右捏捏，上捏捏下捏捏，事事如意夜，好事连连夜，百事可乐夜，心想事成夜，万事如意夜，蔬果丰沛夜，生意兴隆夜。好，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太阳公公出来了，太阳公公晒一晒，九江风儿吹吹吹，生个炭火烤呀烤，左捏捏右捏捏，上捏捏下捏捏，事事如意夜，好事连连夜，百事可乐夜，心想事成夜，万事如意夜，东南旅游夜，健康快乐夜，蔬果丰沛夜，生意兴隆夜。好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各位贵宾，好，谢谢各位。小吉老师带大家去看一下柿子园。小吉老师，这是什么柿子啊？好像比柿哦。这应该是比柿。小小的，看起来好像芒果哦。这还有颗粒。被偷吃了吗？被偷吃的柿子。满山芒果的柿子。下去。
去吗？饼干卡就甜。走开。特色。